New Jeans 成员 Honey 被越南网友抵制，起因是越南裔的 Honey 被网友们谣传父母移民到澳洲后，成为了反共家庭，而且越南语也说不好。拥护共产主义的越南网友对 Honey 进行了恶意的攻击，在推特上留言希望 Honey 退团，不理性的言论让韩国网友傻眼，纷纷反击到 Honey 还是未成年，这样围攻一个小女生太过分了。越南内部政治不要牵扯到艺人，移民为什么就代表反共？无法理解社会主义那些偏激的家伙。经纪公司也在近日表示，对于 New Jeans 名誉损害、侮辱、虚假事实、恶意诽谤的人，采取了法律措施，以此警惕黑粉与不理性的网民，请勿以身试法。